王琦佢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，大家都平排约出嘅，快少少噶嘛。咁啊，有中间粉红衫嘅蔡德意啊，响入边红衫就飞腾追啦，外边红衫嗰只就星际精英啊，抢唔到。入边有两只噶，浅蓝帽内兰走咗上去，喜胜威龙啊，大家跟紧第三啊，就系飞腾追啦。第四位有超醒神，第五位喜胜威龙，第六位亚洲力量，后边五只啊，麒麟、美满星云、尾三内兰、橙帽系日就月将啊，响佢外边绿灯啦，包咗落咩话咧？暂时都仲系嗰只红。星勇士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次序上喐动都唔大噶，蔡德意就放啦，外边啊星际精英啦，内栏第三红衫就系呢只飞腾追啊，第四噶嘛，攞出去外边有超醒神啊，等入边浅蓝帽第五位喜胜威龙啊，攞出去外边粉红帽咧，咁啊跟住超醒神条跑线上咧，仲亚洲力量啊，揈到最出有美满星云绿灯啊，马林中间稳位咧就麒麟嗰啲马，涉内栏橙帽仲系只日就月将啊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飞腾追走甩一个身位。追上嚟噶嘛，中间有日就月将，外边位置仲有一只美满星云，进占第四位就麒麟啦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日就月将透出咗，外边美满星云，外埋边位置仲有一只飞腾追，进占第四仲有麒麟啊，接近终点，日就月将轻松赢啊，美满星云第二，飞腾追就跑第三，第四名系麒麟啊，结果今场赛事等入边咧，布文呢只日就月将搏到位咧，咁啊结果轻松赢啦，唞一唞只马之后。美满星云追人，结果跑第二、第三咧，飞腾追第四名系麒麟。嗱，头场赛事赢马布文啊，日就月将隐隐埋埋入边捐上嚟啊！呢匹马真系新鲜感啊，特佳嘅。美满星云跑过第二，两倍只三号，准备。好嚟啊！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外边位置预有长驱啊，走上去带啦。东方飞鹰黄衫第二，埋边有太阳星啊，但系风起云涌啊，尾四多多配合，尾三咧就电信之丹，尾二旅游高球遥遥堕后，富全曲奇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预有长驱放咗出嚟咧，好大步呢只马。跟住喺第二位东方飞鹰啊，埋栏第三有太阳星啊，第四位埋边有圣多多啦，外边啊包装之前啦，一路响外边，紫色衫龙城强。强将中间金骏星响入边咧，仲有信心星啊，掟出去外边追，有江南胜同埋多多配合啊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咧透出嘅马埋边位置预有长驱啊，咁啊拍住嚟斗，东方飞影呢个时候就追上嚟啦，再喺中档位置有太阳星，出边龙城强将啊，入边仲有一只胜多多，外边追咧仲有一只信心星啊，最后一百米到，东方飞影斗紧埋边预有长驱，两匹马相当接近，进占第三龙城强将，终点嗰步，东方飞影少少恶高个头。但係一路壓住咗入邊嗰只御有長驅啊！至於跑第三名嘅馬係龍城強將，第四名啊近啲啦。咁啊埋邊勝多多，出邊咧有隻信心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東方飛影一落班換咗潘頓咧，就真係鬥得贏啊！埋邊御有長驅再出咧，呢個馬房跑第二啦，呢只第三龍城強將，第四步大熱暫時係九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嘛，有电信巴打外边啊，保罗胜串走上去啦，咁啊再见到第三位嘅嘛，外边有好好心得啦，中间敏捷神驹啊，内栏黄衫，但系第五位咧就一先生嚟噶，后多第三，内栏第四咧就有呢个一先生啦，第五位咧就敏捷神驹，第六位仲有柏林探戈，后边四匹马起旺驹啦，年少有威啦，尾二粉红帽就未影烈飞啊，包咗落尾嘅嘛，仍然系雪勇神驹嚟噶，去到呢个八百米段处咯。前面放嘅馬都仲係電信巴打，好好心得就第二位、第三位嘅馬，我埋邊位置上咗嚟啊，係一先生啊，出邊咧就保羅勝傳啊，淺藍衫第四嘅，進佔內欄第五咯，柏林探戈啊，咁啊第六位嘅馬仲有敏捷神驅，後邊四隻年少有威起旺驅，尾二位置雪勇神驅啊，粉紅衫包咗落尾咧，大熱門嗰只未影烈飛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咧都仲係電信巴打佔先嘅，外邊好好心得啦，埋邊第三位仲有一先生啊，柏林探戈。就紅衫中檔追，咁啊再見到外邊上嘅馬咧，有敏捷神驅啦，出邊有兩隻啊，起旺驅，最外邊咧就美英烈飛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埋邊位置一先生啊，中間咧有電信巴打，中外檔追嘅馬咧，仲見到個馬匹有呢只敏捷神驅，中間咧就柏林探戈，接近終點埋邊一先生喘上嚟，好有機會咧贏出呢場賽事啊。至於第二名嘅馬咧，電信巴打外邊追，仲有隻敏捷神驅。第四名咧，應該係嗰只柏林探戈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喘咗內欄上嚟，就係呢只一先生亞達贏馬添啊！第二名電信巴打買邊，出邊敏捷神驅，咁啊至於第四名嘅馬係柏林探戈啊！十一。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馬上發達就應聲彈出啊！咁啊響入邊啦，咁啊有中檔藍衫就街福區，埋邊紅一直間衫就係碧海藍天啊！出邊有我做到啦，烈火進我做到啊！外邊咧走咗上去喎，嗰只烈火進馬跟前咗啊！內欄第三有碧海藍天啦，第四位嘅馬仲係只馬上發達啊！內欄第五冠寶區藍衫中檔第六係街福區啊！一路三搭望空喎，外邊橙衫啊周遊列國啦，內欄紫色衫黑帽咧仲有今朝更好啦，白衫跟住佢後邊有十二神將啊，後邊五匹馬永勝金區加州動員咧藍衫響尾四一路騎嘅咯，掟出去大外檔紅帽黃衫啊果然得啦，尾二哈哈大笑遙遙包尾咧係嗰只英雄戰士嚟噶，好立正著直路啦，前面我做到仲係佔先嘅，咁啊外邊位置烈火進馬兩隻馬中間碧海藍天咧亦都一個窄位推進啊，外邊追十二神將喘內欄上喎，今朝更好啊，外邊有兩隻做個加州動員果然得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十二神將。向中檔透出，內欄追上嚟，有今朝更好。中檔有街福區，出邊上仲有呢只加州動員啊！接近終點，十二神將贏啊！跑第二名，今朝更好。第三名街福區，第四名係加州動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睇下邊只可以贏得到嘅馬啦。因為好多隻都未贏過嘅馬一齊跑，結果係十二神將贏啊！今朝更好，喘內欄上嚟跑第二，街福區都係第三啫。第四名外邊加州動員。今次換潘頓，臨尾都落飛啊！你拍十二神將，但係走位咧真係好嘢啊！好好啊，走出嚟先跟住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少少嗰只咧就良田福星嚟嘅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外邊位置咧就中橫萬里啦，出邊就年年有型啊，最初就我為你第四灰馬係旋風飛影啊，後啲嘅馬就非凡之星、良田福星啊，咁啊暫時墮後嘅馬係歡樂號老窩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我為你就放嚟咗一個馬位嘅，年年有型就第二位啊，中橫萬里就第三、第四位內蘭多利賽區中間藍衫愛馬線啊，外邊紫色衫、紫色帽就紫荊歡呼啊，再出去外邊追嘅嘛，有美神來非凡之星啊！入邊博位灰馬就仲有一隻旋風飛影嚟噶。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仲係我為你喎，中間上嚟有多利彩區啊，入邊咧咁啊仲有隻中橫萬里啊，中檔灰馬上仲有旋風飛影，外邊追咧就非凡之星啊！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多利彩區拋離群區大勝而回啊，旋風飛影就跑第二，至於第三名啊嘛，中橫萬里向中間，第四名就要影相啦，外邊就非凡之星。一路壓住咗只美神來，就要影相爭第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多利彩區入閘少少扭計啦，咁但係都已經可以拋離大勝啊！咁啊，亦都可以贏出呢個新馬特別獎金150萬。旋風飛鷹第二，第三名中華萬里，第四名要影相啦。外面紫色頭頭非凡之星，紫色衫中檔咧，仲係只美神來需要影相。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有呢只獎金大笑啦，中間咧粉紅衫做進黃星啊，出邊黃衫印騰啊，再後邊嘅話有讓愛高飛北海道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匹啦，大約尾四度啦，黃衫係少少誤區啊，後邊三匹馬焦點龍城金將遙遙墮後係高氣派嚟噶，好啦入彎嘅時候啦，獎金大笑啊佔先一半嘅身位入嚟嘅，人心星咧跟前咬第二啦，外邊第三位有同場和順啊，內欄第四嘅馬仲有得心之餘啦，等入邊百發百。中啦，中檔位置追嘅馬咧，仲有呢只進黃星啊，果然僥倖啊，揈出去外邊上啦，咁啊有呢只少少誤區啊，同埋讓愛高飛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人心星透出咗啊，中間上嚟嘅馬咧就同場和順啊，入邊娟安娟啊上跟嚟，仲有得心之餘啊，中內檔上有果然僥倖，讓愛高飛同埋少少誤區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人心星走甩咗半個身位，有冇機會贏？讓愛高飛一路撲上嚟，入邊位置得心之餘跑第三、第四名。係少少誤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人心星嚟到香港都係第三次出賽啫。今場賽事近前嘅跑法有冇機會走甩到先呢？讓愛高飛一路追上嚟，似乎讓愛高飛追佢唔到跑第二，得心之餘跑第三、第四名，少少誤區。改一改個變嘅跑法，人心星上次上千四都係香港經典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外邊啊禪勝輝煌啊比較快噶，響中檔位置咧有極速奇兵啦，出邊走上啲同留咗耐尾爾白衫嗰匹啊，內欄位置九九為尊，亦都啱啱將佢趕過嘅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原來擺咗喺前面走喎，就係呢只同樣美麗嚟噶。跟住喺第二位咧有禪勝輝煌啊，外邊第三位就係嗰只安情啊，咁啊守住內欄第四咧就係紅眼罩喜連勇敢啊，外邊位置仲有毅力滴滴啊，咁啊
內欄位置咧，大家跟住個第六啦，仲有驕陽明區，中間粉紅衫、粉紅帽、極速騎兵啊，一路響外邊就難以置信啊。後啲嘅馬啦，粉紅眼罩走出去外邊生位，有勁速威龍啦。再後啲嘅馬內欄紫色眼罩、紫色衫快路啊，中間加應全城啊，尾三紫色衫掟外邊嗰匹咧就九九圍轉啊，殿後一隊飛為僥倖，超超比咧就涉入邊嚟追啊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，前面同樣美麗佔先嘅，外邊位置有呢只毅力迪迪啊，中檔追嘅馬有安請、禪勝輝煌，入邊驕陽明區等緊位啊，外邊位置衝，仲有隻勁速威龍，中檔紅眼罩係喜連勇敢啊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禪勝輝煌透出啦，驕陽明區響中檔呢個時候揾到位上嚟，入邊位置同樣有同樣美麗，中間就安請接近終點，禪勝輝煌佔先，驕陽明區越逼越近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第一眼望落去外邊位置驕陽明區。似乎有機會衝上嚟過到埋邊禪勝輝煌，不過有得影啊，因為禪勝輝煌臨尾有少少內閃啊，驕陽明區就係呢幾步上嚟，第三名應該係安請，第四名外邊九九圍轉啊，睇埋終點嗰步係咪驕陽明區有機會呢？定係埋邊禪勝輝煌需要影相？驕陽明區啊，緊緊到先啊！四歲系列嘅頭兩關都係佢包辦，禪勝輝煌突然間擺側咗個頭。影相嘅舒适呢步，准备好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旺旺神驹咧就唔算好快啊，前面快，外栏位置咧就系嗰只紧张大师啦，中间紫色眼罩状元及第啦，咁啊见到入边啊灰马就系平海欢声啊，最入嗰只就精灵勇士啊，中间第五位响佢外边嘅马咧，仲有当家精神啦，入边标之银河蓝帽嘅黄蓝衫嗰匹啊，最入仲有韦小宝，后边嘅三匹马啦，英雄豪杰啦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就当家精神啦，包咗落尾嘅马系嗰只旺旺神驹嚟噶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紧。张大师接嚟咗一个身位嘅，中间有状元及第啦，顺势而飞追紧啦，再见到入边上有英雄豪杰啊，中档稳位追就系标之银河同埋贤者无敌嚟噶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紧张大师贴咗外栏放顺咗，抛嚟两个身位夜马，第二名嘅马追上嚟有贤者无敌啊，第三名嘅马咧有当家精神，入边咧系标之银河，咁啊中间夹住，临尾有少少力弱系状元及第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紧张大师。睇翻個夜馬姿態就唔係好緊張嘅啫喎，重戴翻個頭罩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！第二名嘅馬咧好近啊，賢者無敵中間，第三咧外欄位置有當家精神都俾人左完右上翻嚟噶啦，中間紫色眼罩有狀元及第，入邊係標之銀河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咧，精算謀略蹬兩蹬咧就喺後邊喎，攝入去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咧有魔界喎，紫色眼罩黃衫嘅，喺外邊有好勁力中華英雄十八掌門人黃興彪最出港林福將啊，咁啊出邊紅一隻間衫恩尼格慢慢壓咗埋去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大千氣象綠色衫啦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八九位到啦，咁啊內欄位置仲有大至尊啊，綠衫咁啊上咗少少咯喎，大千氣象啊，內欄位置仲有大至尊，後邊五匹馬多多勇。精算謀略響尾四啊，後邊三隻愛心神驅響尾三啦，尾依內欄位置長龍再現，出邊咧就發財秘笈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咯，十八掌門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中間位置就銀黃興彪啊，大千氣象咧就外邊啊進佔第三嘅，再見到好多層嘅馬啦，內欄第四咧仲有好勁力啦，出邊啊港林福將，中間粉紅衫咧仲有中華英雄啊，再後多層內欄位置就魔界黃衫紫色眼罩，出邊啊恩尼格啊，後啲先有。大至尊攞出去啦，走入邊啊精算謀略啊，同埋多多勇區嗰啲馬掟到最出，仲係只發財秘笈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仲係十八掌門噶。見到外邊港林福將上緊嚟，中間有好勁力大千氣象，大愛多大至尊嘅去勢亦都相當勁啊！再見到涉入邊追，仲係精算謀略啦，出邊上仲嘅發財秘笈啊！最後二百米到啦，大至尊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啊！中間位置好勁力同埋精算謀略啊，出邊位置仲嘅發財秘笈接近終點，大至尊。認真厲害啊！一出即勝二千米嘅路程，仲要大勝翻嚟啊！第二名精算謀略響中間，外邊發財秘笈，入邊咧好勁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大至尊可能真係深藏不露啊！嚟到香港一出即勝二千米，後邊嘅馬精算謀略慢咗一踏啊！有冇機會第二咧？外邊啊發財秘笈，第四名係好勁力。葉祖航好嘢啊！哇！破呢三季啲自救馬數據係冇 plan， 一出贏到二千，係十一準備。
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内栏位置就红旺啦，出边有色赢啊，最出浅蓝衫电子传奇，中间第四位嘅马啦，咁啊有浪漫老窝啦，巴闭仔响尾五内栏嘅，后边四只新明之星啦，六三冲上云霄啦，浅蓝冇尾依你知我拼啊，暂时殿后系威威父子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色赢就放头嘅，跟住响第二位埋边就红旺啦，出边啊拍住佢第三咧，仲有电子传奇啊，第四位嘅马中档有超旺。才啦，內欄馬林已經走咗上去進佔第五添啊！響外邊大浪淘田啊，走入邊追有巴閉仔啊、新明之星嗰啲馬，中檔位置啊正氣清區，掟到最出啊就係鐵金剛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馬林沿住個中檔已經係上咗嚟啦，出邊追有大浪淘田啊，最出位置仲有隻鐵金剛啦，後多層啊正氣清區啦，入邊上咗少少仲有巴閉仔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馬林埋邊透出啊，外邊鐵金剛追緊佢，兩個馬中間仲有大浪淘田，最後五十米。埋边马林仲系战先，铁金刚一路追紧佢，两匹马单单独斗。埋边系马林，出边位置铁金刚第三名，大浪淘田第四名咧就系嗰只巴闭仔啊！可能真系咪识赢就系识赢咧？马林大只啲噶，咁啊攞位制遇亦都顺利啲，响入边悭咗好多位嘅铁金刚始终未出个头，揈出去大岸当追，噏上噏落有得影。第三大浪淘田，第四名埋边系巴闭仔。单打独斗入边大只啲啊！你睇条颈，成个身形都大只你好多啊！就系马林啊，翻到嚟食埋个尾壶。